男受孕体质好辛苦，为了怀孕打上百针。我是高龄到医院，他发现我竟然是单脚子宫，一边的卵巢啊跟输卵管是不能用的。在做试管的时候呢，我肚皮打大概200针。哦，男受孕心情真的很不好，我怎么都怀不了。有一天走投无路呢，我就去找了陈宝仁医生，就验一下。对，陈医师他就说你怀孕了。哎呦，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